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李家国始创中心分行 Tabo， 今日带大家睇一个恒基发展嘅市区大型屋苑港湾豪庭单位。港湾豪庭位于大角咀福利街八号，由恒基兆业香港小轮发展，入伙日期是2002年12月。屋苑共有两期十座，提供3520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320尺至608尺。基座设有商场、超市、食肆、银行等，步行数分钟就可以到达 V-Walk 奥海城，行街食饭睇戏应有尽有。养草物不一定要住独立屋，屋苑附近有不少的公园、户外空间，即使住在大角咀这些传统旧区地段，亦可以享受饲养草物的乐趣。港湾豪庭交通三铁汇聚，十分方便，分别是旺角站、南昌站和奥运站。屋苑除了会所，有近万尺的平台花园、鸟语花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个单位啦。这个是四座的高层 A 单位，实用面积326尺，两房的间隔，单位方向西南，客厅的窗户有阳光入屋，住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很舒服和和暖的感觉，间隔是正实用，没什么走廊位，厨房都不算小，摆了雪柜、洗衣机之后都有足够的台面可以用，洗手间干湿分离，有窗，不是暗厕来的。房间的方向和客厅不同，但是同样光线十足，全因为东南的方向和这个特大玻璃窗的设计，望出去楼与楼之间亦不会感受到压迫感。另一间细房是正实用，可以用来做客房或者书房，景观和大房大致相同。由于港湾豪庭是大型屋苑，成交量稳定，所以无论自用或者投资收租，都是一个十分明智和保值的选择。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港湾豪庭的笋盘，欢迎联络我始创中心分行 Tabo。下次见，拜拜。